5年前，屯門大興村王公大酒樓門口嗰檔拍車檔開張大吉，我同埋成班兄弟雄心壯志，點知開張唔夠半個月，平均每日俾人掃檔1.3次，1年內死咗6個兄弟。佛祖保佑，我呢条命叫做一将功成万骨枯，不过我唔同意，我认为我哋出嚟行嘅系生系死应该由自己决定，你哋跟我日子最短，身家最清白，條路點行，就由你哋自己決定。好啦，祝你哋喺警察部一帆風順。有冇人咁多位阿 Sir？2749，十分鐘前你入過嚟，我台面有幾多炮？6個，4個米西喺左邊，1個紅色同埋1個白色喺右邊。上。你覺得我人點啊 ？Sorry sir， 唔係好清楚。但阿 sir， 你今日應該幾趕時間，因為著咗鴛鴦襪。Yes, sir. 5嚿，唔該速落。啊，佢唱俾你，我都話佢字啱咗我底拳啦。入得嚟警校就要守警校嘅規矩，唔守規矩嘅人就好似佢咁，隔車。想同佢換啊！2749，呢一個係長時間嘅卧底計劃，你警察學校嘅記錄會刪除。之後我同重案組嘅王 Sir 知道你嘅身份，你接受嘅係一個極危險嘅任務，你清唔清楚 ？Yes sir。王 Sir 啊，我真係頂唔住啦！出街係俾差佬鬥，一係俾古惑仔打。4927，你咁新，凭咩可以令到我满意推荐你升级啊？顶，你试下嚟做啊，点顶啊？我喺警校攞银鸡头，在职期间攞赞赏无数，我有信心可以领导警队上。
咩事？唔該。哦，冇啊，我想試下嗰部機。用緊咩喇叭？冇噶，有冇好介紹啊？呢部啦，港產膽機，皮領嘢，加條千零蚊嘅土炮線，頂得住啲十幾萬歐洲貨。高音甜，中音準，低音勁，一句講曬，通透啦啫。嚟啊，過嚟聽下。是誰在敲打我窗？人聲幾煩。是谁睇唔睇到啊？在撩动琴弦，啲人真系浮晒你前面。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。喂，试下呢只啊，听啲旧嘢咧，呢只好啲。是谁行行在敲打我窗？喂，我买成套，咁咪知啦。胆机喺度买，八百唔好啦。诶，蔷薇平啲。那一段揾边个？你话人介绍时光。边张我嘅？中间 ，OK， 唔该，多谢晒喎。嗯，喂，而家个蔷薇有人噶？有人噶。唔该。喂，你个死仔啊！我叫你帮我睇住，你又同我赌米？咁你啲喇叭系卖得贵啊嘛？我唔卖得贵，我点有钱交保护费俾你班大佬啊？你又试下唔好交啊！喂，条线啊！即系用几日？喂，4000几蚊，你即系用几日？你赶住去边啊？送宾啊！